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月世界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照例还是稍微看一下。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，它又提到了美国的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哦，再度激增。然后不管在纽约啊、马里兰啊、明尼苏达、爱荷华一些州啊，已经开始下令去做新的防疫措施哦。他们全日已经连续12日突破了14.4万人，连续9天超过10万人有确诊的那个现况发生了，然后美国已经累计总所有的病例达到1000万例了，因为新冠肺炎死的人有24.2万。那虽然说台湾依旧还是非常的安全的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新冠肺炎还是有可能会有那个。怎么说？潜伏期跟那个，大家就有点忘记那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他可能无症状感染者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在公众场所的部分，还是要戴起你的口罩，把你帅帅的脸、帅帅的鼻子都给保护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的主题画面。我刚才开小号的时候。小号居然用那个什么抽招降，给我抽到神庞统，太夸张了。然后我去那个云台败将，败了大概十几吧。然后诸葛亮来了，神猪，我要那只神猪死都不来，然后跑去别。我前几天小账号也，我就是无聊开了4个账号。因为我想要去那个什么这个福利这里啊，反正没有人会帮我用推荐码，然后我就自己练了4个账号，就是额外练了4个账号，就每天就是领一些该领的奖励啊，然后我应该会只把它玩到也只有练到100万吧，我就放弃了。不过练到100万也不简单了，就是你是 V 零的玩家，然后你要拿那些奖励的话，或者是撑到那个100万，还要花上好一点时间哦。那这一次月世界就刚好准备了那个100抽的那个高级招100张的高级招募令，我就留下49张的高级招募令来去应付后面的任务，以防避免后面的任务会需要高级招募令的使用。所以原则上还是照之前月世界跟大家讲，不管你如果你是 V 零玩家，如果你不是的话就无所谓。你如果是 V 零玩家的话，一定要把一些资源留在手上。当你的那个队伍组队已经差不多了，那剩下就是等时间到，我们再来去抽一些东西出来。那我们就我想要延续刚才的手气，可是我觉得我这个账号是很背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拿不到神州神，不讲错了，神诸葛跟那个魔关羽。改天来编。改编一首歌好了，生气了，来哦，来集个气好不好？让我们的那个魔关羽可以出来，魔关羽或者是神诸葛，就是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不要客气，来吧，来吧，你来吧，神张合，好哦，不然你也给我关羽嘛，给我关羽我也关羽或者是诸葛我也开心啊。真的啦，可恶的东西！可是这个，好，再一次，来哦，必得五星，就是神诸葛，可恶呀，sorry，宝宝小就是这样的缺点儿，小的可怜儿。奈安呢？不够用，再30张好了。会不会删到后面我没有3星武将可以吃？其实我已经可以换关羽了。如果这次弄不出来的话，我就直接把关羽换出来。怎样？你咬我！来哦，再来一次，神诸葛魔关羽。你买安内好不？你买安内？我不相信，
刚才抽到神旁，不然你再给我一支神旁，我们就把神旁练出来，好不好？神旁，神旁桶，点错，神旁桶，好不好？神旁桶，神旁桶，桶，我的桶，桶 Lucky 和陆逊，好哎、欸，这支我等很久，也是可以，这样刚好可以把我陆逊升上那个六星，好啦，我真的觉得可以啊。再来一次，有感觉了。这个感觉，刚才是魏国，现在是吴国，刚才又蜀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给忘了，看一下包包。哎、欸，他们有那个像神魔之塔一样，可以分顺序。哎、欸，一二，好，把这弄掉。我还是不太想把元宝花在扩充包包上面，我觉得。对于 V 0来说，元宝还是要花在刀口上面。来吧，彼得五星就是你了。Here we go！ 哎，都没有给我双胞胎耶，刚才我是双胞胎，然后炸出神旁桶哎。来呀、啊，来！哎，黄月英，蜀国出现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神或者是魔了，对不对？魏蜀吴都出现了、啊，就应该要是魏蜀，就应该是要神或魔了、啊。就是神或魔了，好不好？让我可以增加一点战力。哎、欸、哎，对不起，又爆了。哎、欸，不然我们先把陆逊升上去好了。先升陆逊，陆逊要吃谁呢？诸葛葛，好哦，少一只诸葛葛。好哦，没有诸葛葛。吴国，不相信没有，那只能合一只是不是？好，只能三了，真是过分哟。一二，不能删太多哎，不小心删不好就死光光了，到时候就没有肥料可以吃了。诸葛葛是不是硬把它抽出来？诸葛葛，两张，我只要一张就一张中就好了。诸葛葛，靠腰，干嘛这样子？诸葛葛，你个诸葛葛，一张就好了，有了。很好，诸葛葛，然后我们要，有嘞，哦 ，sorry， 我笨死了，我本来就有了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愚蠢自己，身心，有一只诸葛葛，为什么不能用？是两只诸葛葛，我放两只，笨死了，为什么我放了两只？好了，算了，留着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好不好？是这样子用的吗？好了，那个这只蟑螂就看起来就很讨厌，把它吃掉好了。哦，升星了，来吧，进阶。耶，陆逊升星了，陆逊是一只还不错的角色哦，先让它升上去好了。至少要升到145再说。有了陆逊之后再来试试看，爬塔会不会再快速一点，就是往后推一点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又可以抽了，来了，神诸葛还是魔关羽呢？神诸葛，魔关。唉，羽。神诸葛，魔关。咦，靠腰，又饱和了。那魏国是不是？我生气了，可是我这只手机的那个 APP 影片只能拍15分钟，我就无法拍太久，分开拍好了，等下来转个将，看能不能转出张辽，分两支影片来拍，生气，毛真多。哦，这好多哦，肥料，好肥，怒气值已到100%了。神诸葛，魔关，我这账号真的是衰到一个无极限呢，我说什么好呢？还有留言跟我说我是很欧，是欧在哪里欧我都不知道，在哪里
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，快点来莫关羽，神诸葛就找到你。你哥，我不要张合啦！呜呜，急急复急急，木兰当户织，气死我也！是要逼我把司马懿升十星是不是？真是够靠腰的呢。但是我不想把司马懿升十星啊，不想，完全一点都不想。不行，我要忍住，我们要弄个100连抽的那个什么招贤令，生气。欸，怎么又满了？是哪一只满？那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吃的，把它吃出来好了。练个曹仁。还是好曹仁好了，把曹仁吃出来，蛮宠留着好了，蛮宠留着，曹仁留一二三，蛮宠留着一二，诶不用，诶这样子，二三四，这次真的就是大就是。这只神星要一只 六星，好啦，就六星备好了。我们那个准备，等一下不爽就直接把它合出来了。等一下哈，可恶哦，我就直接把它弄出来跟你说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，神诸葛魔关羽。神诸葛，不要这个死亡之握啊！这个看起来很讨厌呢。再次，我剩两次而已，靠腰又满了，真是对不起大家。再看我清包一下，啊，不行，再清了啦，清不了。看一下要合成谁好？好，月英合个六星出来好了。月英和六星是要谁？月英好像要蒋琬是不是？蒋琬，好，我们就有蒋琬，怎样？我就有蒋琬，蒋琬我就有，好，合出一只六星出来，就这个太多了，好，合出六星出来，当关羽的肥料好了，生气。欸，是不是有任务可以解？刚好欸，耶，合出一只六星武将，爽爽，给弹嘞，给弹嘞，呜，好爽，可以再抽，来吧，你来吧，国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为什么？最后十抽了，靠腰又满了，这个人生真是有够伤心。会伤心欲绝的哥，安内姆汤，这我的账大账号是要卡多久啊？本尊真的卡很久，一直上不去，爱上不上，爱下不下的。来喽，最后十抽，好啦，神诸葛魔关羽啦，不是啦，哦，神真姬，哦，生气了啦，等一下哦，神真姬是不是？黄忠、潘凤不能吃那个，我吃这个，好啦，气死我也！我们伸出赵云，生气了啦，神赵云出来了啦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吃那个华佗。我不能吃华佗，华佗我要留着，不能用啊，不能这样搞啊，哥，我看一下啊，可恶的东西，欸，可以耶，可以，应该可以，下，身心，这只，
我记得张角可以，哎，张角把它锁起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把张角锁起来？我们就把张角打开，让它吃一吃，就让它升级了。高顺是不是不好啦？哦，冲上面高顺，紧嘞紧嘞紧嘞，哦，冲出来啊！战力增加了啦。哎，点错了，确定一下，是高顺黄忠的九星咒语。好，至少我的战力往上提升了。好 ，OK， 看一下，我们的那个小乔的1395，不要超过1395就好了，不要超过1395。不能再按了。好，我们就只能按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的战力来到142900多。哎。这一次的抽没有办法让我的那个顺利哦升多一点，不过我觉得神造云出来压到九星也是可以了啦，后面应该会针对张辽或者是关羽部分来去做升级的动作，但为了后面任务的需求关系，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一些资源来去做冲，升什么六星或者是六星的任务，所以我觉得说原则上暂时月世界不会再去动它，那了不起可能就我们会到时候再拍个影片喔，来搞搞看，好，等那个轮回石5000颗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转出张辽5000颗，看能不能转出张辽。那影片大概就到这里做结束喔，我的订阅人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，非常少的可怜，请大家不要吝啬的帮我订阅起来，让我的人数看能不能快速的破到1000。那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了，这是个淡淡的哀伤的礼拜六，居然搞不出个名堂出来。那以上是这则影片分享给大家看，那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你还没订阅的观众，请帮我订阅起来，帮我的影片按赞加分享，感谢你，大家，拜拜。